嗨，我是陈青。今天这盒是李李家的爆汁玉米，盒子有点被挤到了。小勺子挺好用，哇，直觉告诉我是个质感胶。有仿真玉米，不过并不是玉米味儿。拿出来像大块奶糖。柔韧性很好，然后扎泡也很棒。它看着有点黄油腻的感觉，实际上手感蛮厚实。反正真的很好捏啦，就是味道我有点上头，像洗发露加胶水的味道。至于起泡嘛，我毕竟独手，就不测起泡量了。总之起锅之后手感像厚实的奶油。我最喜欢的还是捏泡。最后可以聊聊你们目前玩过的手感最好的泥，下期见啦，拜拜。